巴尼兵长是应台湾警备总司令尹俊上将的邀请来我国访问的，警总副总司令戴普中将今天在机场热烈地欢迎沙溢中将夫妇和随员的来访。沙溢将军历任步兵中心参谋长、作战处处长，现职是副参谋长兼剿共司令部的作战协调中心主任。他在我国访问期间，除了要拜会我国警备总司令、陆军总司令之外，还要参观中南部的军事基地，预定29号结束访问。